放开那个女孩！女魔王，放开那个女孩！放开我师父！你是谁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至尊宝。 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娘子。他呢？他是我师父。今天两个只能活一个，你必须亲手杀一个，留一个，不然两个都得死。牛魔王。 这事儿可由不得你来决定，敢不敢下来跟我比试比试？今天两个我都要救。你等着，看，你们觉得石头这一面好了吗？他比之前投入点儿。我觉得这边比之前都好，他调整过来了。对呀，石头，你看这次不一样了吧？ 你认真了吧？你自己感觉到你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好吗？刘宇老师说的不一样，你都能接得住了吧？你是不是在人物状态当中，你是不是认真起来了？但是我没有看到你对紫霞的深情，一点都没有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就不拍了。今天就到这儿了啊，不拍了。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大家。休息大家，继续。 回酒店歇，失望，这就是个遗憾。你这一辈子不可能再能遇上至尊宝这样的角色了，这个角色你没有诠释好。交了吗？ 坐。珊珊，我觉得我特别委屈。哪里委屈？你说。我觉得你们就是在针对我。没有在针对你。真的都是在为你好。你不认真演戏的话，你走的路会很短，走不长。卖脸能卖什么？多长时间呀？ 卖脸能卖多长时间？你们现在太不真心你的机会了。我看到了曾经的我。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现在好了一些？没有那么多人来骂我，因为我开始珍惜我的机会，我开始认真对待我的每一份工作。如果现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演大鱼儿和人莹莹的时候，一定不是现在这样。这是我的亲身经历，我不希望在你将来走上演员的道路上再这样走一次。态度不好。对待角色的态度，对待你热爱事业的态度。 还有对待你老师为你好的人的态度。感冒药，你晚上把药喝了。
在这次的西部影视城之旅，我们几位老师也看到了大家在这次拍摄过程当中的进步，表现最好的同学，然后我会带他一起去见吴亦凡导演，看看有没有后边可能的合作的机会。三位老师最后意见很统一，选出 CC。 首先，我想为我第一天的一些态度、一些举动，向童老师、还有小云姐、还有珊珊姐说对不起。为了一个我心爱的角色，做了一些比较冲动、比较幼稚的事情。那我选择不演，不想演。不可以。接受了猪八戒这个角色，去观察猪八戒这个人物，看他怎么拿着钉耙，看他 平常说话的时候是怎么摇头晃脑的，在我学完这些他的神态以后，我去大街上，就是一模一样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发现了我一个新的自己，就发现原来我可以不做一样的东西，我是有一个崭新的世界的。这次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去到这么好的剧组一个团队，然后拍戏。 虽然只一两句话，但是从这一两句话里面，就是感受到了一个演员有多么的不容易。这个角色不是我来诠释的，而是工作人员，包括我的化妆师，然后，服装老师，帮我一起来完成的。去实体验一把，在一个真正的团队里去工作的感觉。大家在一起，感觉很有意思，感觉很有意义，这几天过得非常非常充实。 现在反而一想到，六天舞要结束了，这个拍摄还蛮舍不得的。选好的是不是就选不好的呀？石头，石头，你一定要记住这次整个银川之行的所有的感受。所以，我们恭喜石头，是这次西部之行表演最差的同学。 我觉得挺遗憾的这次，因为我的一些过失，我的一些态度没能使这部短剧，然后就是进行下去，我觉得特别遗憾。我希望下次我还有机会再过来，而且下次来我不是以失败者的身份。 我就想听你说这样的话。曾经，你们躲这儿了。曾经，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，但是我没有珍惜，直到失去了，我才后悔。哎，你先，他，哎呀，真疼啊！ 脚底板上有三颗痣，就把它带来见我，听到吗？谁呀？我是菩提老祖。什么菩提老祖？
跟我刁刚不好！我打不过你，我就不叫少女无辜。来呀！哟，青青姑娘，今天是本王大婚的日子。 在这儿呢，师傅，快来救我呀！牛魔王，放开子祥，放开我师傅。我的意中人是白马王子，有一天他会骑着七彩祥云来娶我。我猜中了前头，我希望我也能猜中结局。宝，我能猜中结局吗？子祥。 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我一定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：我爱你。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，希望是一万年。王执中。 把这帮家伙给我叫了，这就是你这班。你们如果有种，就把它给砸了。啊！干什么呢？甄别考试。傻逼吧你！你一帮混蛋！想让我们走就让我们走。你现在就可以滚出去。《还珠格格》每年夏天都播呀。今年没播。明年就播了。再相处两天。你得进入角色。 我分分钟让原子弹炸了你们！你这样有什么前途的？都很奇怪，你跟那个白骨堂一样，都很奇怪，在街舞场也一样。你在这儿隐藏的呀？你是谁？是我疯了吗？地球不是围绕着你转的。那我也不是吗？我这么倔，求你了，你别分了。为什么我不能放弃啊？你还顾及过别人的感受吗？我自己待一会儿都不行了吗？ 我带的是三岁小孩吗？放开你们说话，烦死了！郑时辰跟庞先生不是任何人，你都是我的错。我睡着了，我就是个废人。你要是我女儿，我今天上去抽你耳光了。我觉得你选错行业了，那你就马上退学。